高平溪畔的农田里满满都是人，大家在稻田里面弯腰摸索，旁边还有人提水桶拿渔网准备下田，居然是要抓虾子。先生有抓到吗？哪里？ 水田里面伸手就能大把捞，还有人干脆两只网子双网齐下比较快。这位阿公拆了电风扇外罩就当成渔网，小朋友也不输人，箩筐抓着抓虾子。一眼望去，啊，龙胆，龙底下的高黑啊，男女老少哦，满满的都是虾子。屏东万丹一处虾温，因为台风天溢满泰国虾全流出来，民众好康倒小把全涌进稻田，提防停满车子，就算水深处淹到大腿也没在怕，花了 2、3个小时就提满一大袋泰国虾。哦，刚刚盖这一块的，这河钓有啊，因为还有鱼呢哦，这什么鱼啊？珍珠。因为高平溪沿岸溪水暴涨，养殖的虾农养的鱼虾全流出来，十几公顷的虾温损失难估算。不然怎么办？要重新再来啊？要不看见我那波做黑啊？啊，长一这哦，这样一处鱼黑啊，这 那个水太多，虾子它就会跟那个水冲走了，一两百万吧。嘉义有民众po网说，自家养的鳄鱼游出去了，有谁看到不要慌，我去牵它回来，还说游出去的名叫小鳄。吓得网友说这是我们与鳄的距离，是我们抓它还是它抓我们？没人告诉我台风天会被有鳄鱼吃掉的风险啊！要是鳄鱼找到了，但隔壁的三叔公六婶婆找不到了，后来网友又po限动说小鳄自己游回家了，原来是因为自家门口水淹到腰，养鳄鱼的池子门锁松开，还好短时间小鳄自己游回家，但在虾温里的鱼虾全被民众捞走，收获满满，可苦了虾农。记者侯国恩、张春华、许千里智慧嘉义屏东综合报道。 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。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，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、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，当然，更多的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